家真正的很用功，是很真诚的心，做到了那一份的，实在是无法度去做，难做到。这款呢，用功啦，啊，咱的功呢，是来自于和和互协。师父定来讲，合啦合啦，这个合吼、哦、很重要。合人跟人合一心，合起来，那放伫嘴的面顶面，这个叫做合。因为咱的声音没有说吼、哦，你安尼讲，啊，我都要。换一个方向来说话，那会混乱掉的声音呐、啊，那一种不合啊，表示心无合，心若无合，那要安怎出来呢？所以恁人甲人呐、啊，真正人甲人合合起来，人人人，所以就咱呢。不只是吼，众靠一音啦，还是众力成城。那已经做到，恁有做到，这都是师父定来跟恁讲：合心、和气、和爱、协力，这结合起来，你看众志成城，遐尼真辛苦呢。恁去付出，辛苦。啊，恁大家人会讲安那？辛苦，辛苦，是啊，辛苦付出得来是幸福的感觉。其实呢，迄、那个辛苦，辛苦就是努力爱出去，爱努力出去。所以因为努力。合心，结果呢就是欢喜。要咱的欢喜，不是干那欢喜，咱应该爱讲发的喜呀，欢喜充满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；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